白醋加蜂蜜，蜂蜜有减肥的功效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。不过具体的做法很多人就不是很清楚了。蜂蜜虽然有排毒减脂的功效，不过也要和其他东西一起混合使用。白醋加蜂蜜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，能够减肥，还能养颜美容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白醋加蜂蜜的功效吧。一、改善代谢。白醋和蜂蜜都是生活中常常接触到的物品，蜂蜜有解毒的功效，可以让残留在身体的废物排出体外。经常饮用白醋，能够改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，加速肠道蠕动，能够解决便秘的苦恼。二、帮助减肥。白醋加蜂蜜一起饮用，最大的功效应该就是有减肥的功效了。一些脂肪层较厚的人士经常饮用蜂蜜，它能解决因为脂肪堆积所导致的肥胖症状。同时白醋还有燃脂的功效，不过要是具体说明这个减肥效果的话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生活习性也都不同，所以饮用白醋加蜂蜜的效果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。